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肝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晚睡，吃油炸的东西，坏脾气，这三个正是肝的三大克星。油包肝，你吃油的东西，油把整个肝包住，肝的人功能完全丧失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吃得太油腻。当我们身体感觉不适的时候，此时疾病正在纠正人的过失，用身体的痛苦管教它。有痛苦的时候，代表我们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